车库就是开出来是40度，有点冷。现在好像外面都零下，听说今天是会到-5度。当蓝天开起来，好像都有一点，也不是说发不动啦，感觉得到没有那么顺。对啊。那你就更别讲八股了都感觉有可能现在发动可能都会有点那个困难。对啊，老车还是要多发动一下。先去买个三文鱼和鸡蛋，豆浆是还有1/3，是可以买啦，豆浆应该是可以买。对啊，最近喝咖啡都不是用豆浆，都是用那个冰淇淋蛋糕。最近呢，常常上厕所，应该都是因为那个冰淇淋蛋糕的关系。对啊，买个三文鱼，老婆想要吃芦笋。明天就是新年了，2024年。就新年了 ，Happy New Year！ 有跟家人，就是讲新年快乐啦，还有一些朋友啊之类的，老妈的，我昨天就有打给老妈啦，还有阿威，看他们应该都是在忙吧？对啊，应该都是在忙。哇，一出来一启动就。马上降到只剩30几度，那应该是会到零下了。最近的屋子都是这边比较卖不出去啊，就是那个。斜对面那一家应该是很难卖的，这台车还在这边卖，4500吧，4500还是3500，九几年的，98年，我还记得当初我第一台车好像是98年的领上生闯，3000块买的。我如果零三年来美国，那98年才5年的车，那还好，不会说很久。好了，大概就是，是什么？买水、买三文鱼、芦笋，还有鸡蛋。对啊，不要忘记买鸡蛋。好了，先去买今天的日常，做个新年的祷告。慈爱天父，感谢你，谢谢你在这过完圣诞节这样寒冷的天气，主啊，愿你保守我们的温暖。那我们最近刚买了一台洗碗机，希望能够顺利的运送到达，然后安装的顺利，这样以后洗碗就会比较省时间，比较方便。谢谢主耶稣的恩典，
那我们经济上、生活上都丰盛有余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也要将这一切献上为主所使用。对我们的祷告祈求与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了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啊！老妈新年快乐，阿威、子林新年快乐，还有小倩、小凤、小龙，大舅、小舅，祝福你们的在2024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我去买新年的菜了啊。